惊，你哪样讲这个戆话？你一点啊都不让爸爸失望，什么老好命，什么荣华富贵，我一点啊都不遗憾。我想要跟一世人拢留恋，较早出门拢是头咧咧，无法度他行敢甲别人比拼，竟然有法度请一个后生，这么有成就，这么优秀。爸爸感觉真光荣，嘛真正呀。爸爸已经感觉真满足。算起来，真是人无啥遗憾嘛啦。你才要到这尼啊大汉呢？那你讲，自己无论分，是爸母都算断。我笑问的，我才吃你几顿，你为什么安尼准多耍心？我唔准，我唔准你走，我唔准你爱搞别人在你走，你能走我就带你去。你别想，这些人你别想跟我这这种淡定，你别想。妈，你听我讲，你会当回来跟我团圆，是我这世人。华裔的代志，多谢你，一直都无把我放下去，我愿意，等你我媳妇陪陪我。我来去找医生倒来，我来甲医生讲，叫伊莫放弃你，只要你好好栽培啊，我是要跪倒，也是要安怎拢会用的。你若有心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度过这关的啦。你等我，等我，我来去找医生倒来。你等我，等妈妈，等妈。Thank you.